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Web 3 Lab。近日 ，ChatGPT 插件开始测试，此次升级可以理解成一个单机游戏变成了网络游戏。笨重的电脑终于可以上网浏览网页信息，好比你的老人牌手机 App 商城上线了，你可以链接任何你感兴趣的 App。任何人都可以通将 ChatGPT 插件连接到第三方应用程序，使其能够执行各类广泛场景的任务。目前该插件支持酒店航班预订、外卖服务、在线购物、法律服务等，还可以充当客服服务客户，及时通知你 NFT 市场价格走势等，甚至可以帮你在 OpenSea 操盘交易。利用强大的算法赋能所有行业进行人机交互的同时，也能不断增强 ChatGPT 的自身能力。 ChatGPT 插件测试链接留言本视频主页客服领取即可。 ChatGPT 插件目前已经推出了一小部分，包括 Expedia、 Fiscal Note、 Instacart、 Kayak、 Klarna、 Milo、 OpenTable、 Shopify、 Slack、 Speak、 Wolfram、 Zapier 等。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ChatGPT 的文档为 ChatGPT 构建插件，OpenAI 商业帝国的冰山一角慢慢显露，就像你现在离不开互联网一样，不断深入所有行业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关注留言我们。